刘坤。今天接上一期视频，就是说回国，现在开始出发去机场。有点尴尬，东西全部拿好了，准备办登机手续的，结果跑错那个登机口了，是在 T2 候机楼，不是在 T1。我们平常基本上都来 T1的，第一次去 T2， 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。好，转移转移转移。好，上飞机前这样来一份这个面，拉面，然后我老婆的全是豆芽。你喜欢吃豆芽？喜欢。我们今天吃的是意面，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开饭了。好了，手续办完了，现在准备进那个进安检。这个中部国际空港，没 T2 航站楼是第一次来，没想到这么大，真的没想到这么大，这绕了好几圈了，还得绕。好了，去那个免税店看看，然后买点东西，准备上飞机了。国内见，朋友们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到上海了。今天就我们两个，谢谢，就我们闺女俩人。我今天谁？瑞希和胖胖没有来，就我们两个来了。走，现在去移动，去那个酒店去。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を楽しみしてます。誰と一番会いたい？Zootopia。Zootopia。啊，嗨嗨嗨，疯狂动物城。Flash。嗯。好。我闺女最想去看疯狂动物城，然后我老婆想要那个树懒的那个 T 恤衫，这两个要必买的，明天就先去拍一拍那个。好了，我们到酒店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房间。哈哈 ，Miki。哦，他的厕所还在。能洗屁股的功能，这个挺好。这就是今天的房间啊，没有哦，吓我一跳。没，跟我比我想象中的稍微要大一点，我想的稍微更小一点。哎，一把毛好几个。看他的床头是在魔法灯的，哦。的话。还是比较好玩的，比较可爱的啊！兄弟们，出大事了！我今天没想到小哥认识我，看到我的视频，哎呦你们，谢谢，感谢！好，谢谢！度过神奇的一天。好，谢谢！你好，你好。需要两个牙刷对吗？对。好，给您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嗯，不用谢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没想到，真的是惊喜中的惊喜！今天一天的疲劳全部没了。哦吼 ！Oh my god！ 最后一班船，把我俩跑得累了，呼呼，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了。然后坐上船去西班牙小镇，不是西班牙小镇，迪士尼小镇去看看，搞点吃的。我闺女都饿了，跟你讲，我让她 sit down。看，现在疯狂拍照了，摄像技术有待改进，我还得教教她。走喽，出发！你这玩意儿搞得尴尬的不行不行的，我的妈呀！我们到小镇了，我们在那个迪士尼小镇，然后转了好几圈找不到迪士尼小镇在哪儿，然后卖吃的在哪儿？你们说尴尬不尴尬？这玩意儿搞的，就问了好几个保安大哥告诉我，你们就在这儿，吃的在这边，我们现在往那边去，尴尬，找地儿吃饭啊！我这选择纠结症又犯了，这点个菜太难了，一个人点菜太难了。嗯，好了，点了就点仨菜吧，不是仨菜，一个主食，两个配菜。我今天也不是很饿，随便点着吃了吧，先看看菜咋样，好吧。我闺女啊，咱们闺女都是温水热水，然后我闺女非要喝凉水，你这样没，我要找店员搞了一杯凉水。他们那店还是比较忙，这个点就是很多人，感觉还是比较忙的。二楼、三楼好像都有人。第一道菜，摇滚椒盐牛蛙，让我尝尝是怎么事儿。不错。弟弟，好吃吗？
对。有点烫啊。好点不得米得。特别精力了。嗯。好耐久的。好耐。叫叫叫叫。你那个看什么的。到阿姐到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真好吃。好，我一个人带孩子，所以今天就不喝酒。如果老婆在的话，多少再讨一杯二锅头之类的白酒尝一尝。好久没吃牛蛙了，嗯，味道不错。おいしい。これはな、入る。これ海鮮の肉。ビンビンビン。ハハハハ。でもおいしく食べれるな。这个时间点还有这么多人。哎，刚才呢？刚才的饭吃的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，这是回国第一餐。他那个菜最起码不是预制菜，全是那个现炒现做的。总体来说不错，就是炒饭稍微味道有点淡，有可能是那个扬州口味的原因吧。这个受不了，这个受不了，个人口味啊。其他两个菜我觉得都很不错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